们的光谷观光车第一次感觉像这样地面玻璃是从来没有看见过，那么好像很贴近就是自然，窗外啊这个地底下啊把这个自然的美景呈现在顾客的眼中。实际的这个画面体验了那个就是看到他们不同的部件，现场感很好，高兴很激动，我们很多灵感，因为我是学儿童文学的，我觉得小朋友来参观也会很高兴。